fighting 组合，the fighting 组合，谢谢三位老师，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会继续努力为你们带来更搞笑的作品，谢谢。接下来我将公布获得第七场小品竞演排名第五的小组，获得本场竞演第五名的小组是疯狂囧乐园吧，掌声恭喜疯狂囧乐园获得了本场竞演的第五名。首先谢谢谢香姐对我们一直以来的关心，我们很爱你，谢谢沙溢老师和王永元老师的教导，也谢谢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我将公布第二名的小组名字，会是哪个小组呢？开心大雌花。我只想说我们的成绩很稳定，然后非常感谢三位评委老师，感谢沙溢老师，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会继续努力。接下来我即将公布获得第七场小品竞演获得第一名的小组的名字，保证风是哪个组？王导是吧？刚刚王导有一个愿望，说在本场是否我带领的小组能够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。王导，你感觉会是保证风吗？我确定。